动那么多。这个摩擦力很有，留在你身上。对，肩没动。肩没动啊，前一点看，在这个式子上，你要做，你看肩，你到这个地方，手肘一掉，你看这样子掉，这样子落，这个肩落，手肘在这个地方，肩才会落，手肘在这边，肩不会落。在这边松落，所以你在这边手肘在这边定位以后，松落，我动我的身体，手放地，你看是这样子。它不会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手放定了，转折点在这边，身跟手的脱离，你看，这样动，要不动，你们去试试看，这样，你看，所以活动点在这边，这才是肩有松。如果是这个样子，肩没松。手在这边，我下来是肩下来，你看，肩手没有起来，手还在那边，往这边移，手还在那边，这边移，要不懂，去试试看。体会一下这边，出去也是因为这样，这个手都一直悬在那边。对，手一直吊着。哇，这两根筋。对，筋会很酸。